所以当当食萝卜，下食姜，一顿市场你靠看到出高的钱姜，今日捡个钱姜，做一个姜菜，伊做家家户户拢露一当放到来个，准备配咩？姜咩叫做豆姜姜？首先，咱先处理姜，姜捡起来呢，咱先甲伊做到一个一个出来，因为着泡皮，头先这个红红的，一张咧埋做掉，滴姜哦泡皮，一滴姜咩也埋收掉。除了收正者，然后泡皮啊，鸡姜捞起来口感呢比较爽爽，如果是老姜呢，食了生丝生丝，甲无变食咧。泡皮好啊姜，咱来做做到滚多口，还是一句话哈，滚多面去多青滚，还是个材料老滚。有人喜欢做平，有人喜欢做到刁，但是我觉得滚多口食起来口感上顶好，尽可能做大水差不多平。最后强我讲个错起来。落几汤匙盐，去卤汁，啊，三手再卤一卤。卤盐一下听熟呢，最后先去掉一个咸，加去掉一个色汁，啊，炒汁后入边，听我讲，先我做个袋起，袋起呢，出色就咩，然后出个蒸，还去蒸第一点蒸，好，那个叫用盐盐了一点蒸，睇者，哇，来到够个水，啊，下了够个色汁出来。好来，把个汁呢一定会打啊。倒个硬滚水落去，硬滚水200开，加热水者，热水后我就定打。继续来，就个水温落过。缺胎，就早早也帮胎断。叫来去帮来通风的地方去去拉啊！那好在做酱菜个呢，拢着经过这个听说，拉大也最红，还得腌起来。第一个桂枝皮，第二荷包葱 ，OK 来去 ，OK 天师鬼好，这就拉大大，拉大后，叫我讲个错落去。OK 豆酱叫个豆酱出掉，咱今次用了老豆酱，我这个电话上俗语叫做食过老豆酱，就是过食，煮食就煮烹。你大概食咗咩？那但是老姜，硬好食，老豆酱，潮州，佢落啲姜白汤，未许咸嘅，哇！我潮州食住好汤。咱只时数体表是弱嘅，体内是寒嘅，所以这种可以多食姜。敲个蛋，坐对蛋对落，食蛋我坐袂满。落去后呢，开始食食，看到放阴凉的地方去去蒸甜，也可以放来冰箱保鲜。这些豆浆姜，咱大概呢去卤卤汁做好食。上放呢放解热模式，如果冻到冰箱来保鲜个，放十年或袂做呢，卤后配麦非常普遍，麦底得相当快乐。